的向左涌的力量，让它的这个重线的吹气啊发生偏离啊，让它的重心吹向偏离而摔倒。我们这也是一个向右涌的进攻向左的啊，这刚才是一个向一个方向用力啊，刚才是向右涌的，还可以向后涌。向一个方向用力，让它的重心垂线发生偏离而摔倒。